Hello， 各位 TikTok 的朋友，大家好。刚才我们在 Skoda 展区的时候，就有朋友很专业的问到，Volkswagen 呢？那我们现在，没错，第二站其实刚好在 Skoda 旁边，我们就来到 Volkswagen 的展区。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大家很熟悉的 Golf， 但是它很不一样的是，它是 eGolf， 那也就是代表呢，这辆车它是全电动的 Golf。那当然，这辆车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然后也还没有开放大家购买。可是问题是说呢，这个东西肯定，因为Volkswagen他们对于电动化的推动其实是非常强力的执行。那未来这个东西，我相信各位也会，再过不久就可以在台湾见到。好，那我们现在，因为我必须说Volkswagen展区它非常大，因为在中国大陆这边呢，他们有非常多Volkswagen的车型，平民车也好，或者说比较高阶的也好，那我们说真的没有办法一台一台为大家介绍。那当然，我们这是来车展的报道重点，当然就是要为大家看精华。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他这个舞台，刚好现在比较少人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太贴近哦。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刚看到的是这个eGolf， 可是eGolf 它其实它基础的电力系统，它再更进阶一点，就可以像各位身后看到的这辆 IDR 赛车一样。如果你对这台车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其实之前已经打破了包含像派克峰等等很多地方的这个赛道记录，是非常强力的一台赛车。它总共有大概680匹的动力，而且它的重量不到1吨1，不到1100公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赛车真的，你当然你可以看到它包含像是前下巴，或者说它这个定风衣，它的尺寸都极度的夸张。那当然就是为了在这个不管是在赛道也好，或者说在包含像我刚刚说的派克峰这种空气比较稀薄的地方，它要尽可能利用每一寸的空气所带来的下压力。而且你可以看到包含它的车侧啊，当然这些定风衣或者说尾翼这些，当然都是碳纤维制成的，所以你会看到哇，这辆车真的是很帅。那当然车门旁边那个 Dumas， 当然就是之前帮忙协助打破赛道纪录的车手。好，那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好，有朋友第一个留言就问到 eGolf 会来吗？当然这个东西吼，因为其实因为毕竟它是外国车厂，那在导入台湾的时间点来说，他当然会需要跟原厂做一些沟通，所以或许包含像再给大家看一次 eGolf， 那在这边，那这个东西呢，当然未来我相信再过不久应该也会跟大家见面。那我现在再把我们生活的时间轴再往未来推一点，好不好？那再往未来推一点，来带大家看看说，Volkswagen 他们到底在未来还能带来什么样的进步？那刚看到的是 IDR 的赛车嘛，那你如果对 Volkswagen 比较熟悉的朋友，你就会知道他现在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 ID， 所谓 ID 名为 ID 开头的这个车子。那像这一次呢，则是推出了这个叫做 ID Rooms。 那这辆车有什么特别呢？你除了看到它的头灯，哇，你看整个都是 LED 灯具，很夸张，可是也很流线之外，那我们带车侧，你就会看到这辆车更厉害的地方。好，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车侧，对开式的这个滑门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椅子还可以旋转，就是都充满了科技感，而且旁边整个气氛当然是非常的亮眼。或许因为现在门都打开的状况下，各位没有办法看到非常清楚它的车顶的这个线条，但是它线条来说其实是比较流线一点点，有点像酷配版的 SUV 那样的造型，它整个设计是很动感的。因为刚好它大萤幕没有摆这辆车图片哦，但是我可以跟大家确定，就是这辆车其实在实际上看起来是非常漂亮哦。这边门刚好关着，你看有没有车尾也是有没有 LED 灯具，很漂亮。好，这一车就是我刚跟大家介绍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车侧是非常漂亮，当然因为概念车的关系，所以它整个镀铬饰条运用是非常夸张，然后整个轮圈也是非常帅气。但是我相信各位应该非常期待像这样的一辆车实际
到我们市场上问世，对吧？好，接下来有朋友又问到 T-Rock， 我可以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T-Rock 有 T-Cross 有，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好不好？好，那我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台很大的一台车子，其实这台车在展台上也有，可是因为现在比较多人哦，所以我觉得我带对啊，下面那台太多人，不然我不好意思，我们换到展台这一台好了。好，这个也是他们这一次的主秀之一，就是他的 Tremont X。 那这辆车呢，我知道国内或许除了你都没有看到，可是你可以发现这辆车它跟主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当然你从车头上或许会感觉看起来很像，或者说有一样尺寸的 SUV 这种霸气，但是重点其实是在它的车后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来我们慢慢走过来，你可以看到这辆车其实是相当强调运动风情的一辆跑休旅车哦。你可以看到它的配套的部分，原厂就已经配到21寸了，非常庞大的尺寸。而且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蹲下，它整个连腰线都是在我头顶之上哦，这样也就可以想象这辆全长其实超过5米的这个休旅车真的是很夸张。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车顶的腰线车顶的造型一路这样顺下来，是非常庞大的一辆休旅车，而且是豪华休旅。好，那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车内。好，车内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它当然这辆这么大的休旅，肯定哦，你可以看到它连这个后座椅背都可以弄到很躺。你看这样，我现在可以躺那么大后面，那当然也可以立起来一点。膝部空间根本不用讲了。膝部空间，它其实前座目前是差不多就在 B 柱位置哦，它竟然可以到超过3个拳头，是非常夸张的这个尺寸。那中间的部分呢？中间的部分还是有很大型的冷气出风口，跟这个控制界面板在这边。好，我们接下来，哦，我现在看到小伟说到这个收讯很差，这个就烦请见谅了，因为现场很多人也很多媒体在用网络，所以肯定的有时候收讯会比较不好，就请大家见谅。好，那我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的前座，因为这辆车我们台湾没有，当然要带大家看一下。好，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大尺寸的这个中控萤幕在这边，然后导航当然也有，然后它整个我光现在这样用，我就觉得它其实整个触控的灵敏度是非常好的。然后中间还有碳纤维饰板，那车旁边车门板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有点响，有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辆车真的，虽然福斯在全球的这个品牌定位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极度奢华的一个车厂，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如果要做豪华车、豪华休旅，它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样非常豪华、非常漂亮、有运动感的休旅。好，那再来重头戏，就是刚朋友期待的 T-Cross T-Rock。哇，你可以看到我从左边走到右边走那么远，你就知道他们中国大陆车展的规模其实真的是相当吓人哦。好，我先带大家看 T-Rock 好了，因为 T-Rock 有朋友讲到 T-Rock。好 ，T-Rock 那 T-Rock 跟 T-Cross 呢，它基本上现场展的都是 1.4 升的动力，150匹，25.5公斤米的扭力。好，这个就是 T-Rock， 而且我相信国内很多消费者都很期待这辆车，而且这辆车你可以看到它标明的这台还是 R-Line 的车款，所以它整个空力套件的搭配上会让这辆车看起来再更动感一点点，而且更多的灰色黑色的元素在这边。那我们到旁边来看看。好，你可以看到它轮圈或许整个整体尺寸上搭配上
视觉张力没有到很夸张，可是它其实已经到215/18寸的这个规格了。那叶子板上当然就像陈如刚说的，这是阿烂的车款，对不对？所以阿烂的背置在这边。好，那我们慢慢往后走。如果各位现在现场音有点比较吵的话，就请烦请见谅，因为旁边还在发表。后车厢怎么开？哦，先带大家看尾灯好了。尾灯，这种造型的，对吧？也是很漂亮。好，那尾门怎么开？我相信各位 Volkswagen 的车迷应该都很熟悉了。厂徽按下去，拉起来。那接着你就会看到它整个行李箱的底板没有到很深，所以这个有好有坏啦。就是说，像你在取放物品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丢进去，然后拖出来也不用这样拉很高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整体的容积来讲就不会到这么大。那我现在的包包在这当比例尺，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你要讲很大嘛，其实不会，但是我相信对小家庭或者单身的小资族来讲应该是相当够用了。好，关起来。那我们一样到前座来看看，因为这台国内还没有上市嘛，对不对？好，好，先后座好了。刚原本有其他朋友想要坐后座，结果没坐上去。那我趁现在，好，你可以看到那哦，这个，因为你看到这个，你就会知道，因为这个国外有其他车型为了要走传动轴的关系，所以它这个会做到很高。但是这台车是前驱的，目前展出的是前驱的车款。后座冷气输风口两个 USB 都有。OK， 那空间的部分的话，我目前这样做，你可以看到大概也是有两个拳头左右。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说的，小资族或者说这个小家庭来讲，我相信是够用的。而且我觉得我其实蛮欣赏欧洲车厂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连后座椅子表现也是很棒。你可以来看一下，它除了凹进去让你感觉身体会陷进去之外，你看整个这种肋脊皮或者说肋碳纤维布的这种搭配，当然不是碳纤维啦，可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椅子的质感，就连后座其实表现都相当好。好，前座。前座我看看，现在可以进。因为现场报道的关系，我比较累，就大家请见谅，我有时候东西要拿来拿去的。好，坐进前座，你可以发现，当然中间这个，哦，我把这中控屏幕打开。哦，R Line的，还有R Line的背具，蛮酷的。哦，12伏蓄电量低，没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这个也是新世代的这个系统。哦，好吧，因为可能它电量比较低，所以它会关掉。Anyway， 中间你可以看到萤幕，我相信够用。当然前面是塑料的，可是我相信你如果是比较喜欢像 T-Roc 这样的比较小台的车来讲，我觉得车我相信够用就 OK 了。当然你还可以看到数位仪表，这边也都有配给你。OK， 好，然后我再来带大家看引擎。现在前面刚好比较多人，我就不开了。重复一下，这台车是1.4升的涡轮增压引擎，然后是150匹跟25.5公斤米的动力。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看到另外一台比较不一样的。哇，好多车厂的痕，只要看到穿西装就知道他们车厂的痕。好，这一台呢，我觉得各位可以先看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 T-Roc 来讲，它比较像是掀背车的那种设定，所以后面会比较圆一点。可是 T-Cross 的话，这一台是 T-Cross， 它就比较方一点点，会让你感觉有点像休旅车，但是它整个车高的设定上又没有像休旅车那样。好，那我们来到后面。哇，你可以看到它的尾灯的大小部分，其实就比刚我们看到的 T-Roc 大很多，它连中间都是连起来的设计。打开呢，你也可以发现，
它我刚刚有讲到 T-Rug 这个置物空间稍高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相对来说，这个 T-Cross 这个整个置物空间会让你感觉比较开阔一些些。然后我一样放个包包给大家比一下。好，我刚其实在想这一台 T-Cross 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蛮不错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 B 柱这边，它跟文上市的这个 Pro Beats 一样，它也是有这个 Beats 音响合作的这个，所以当然呢，你就可以想见这辆车它车上的音响当然是 Beats 的。那因为目前车上还有其他同业媒体在拍哦，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动力。那一样1.4的150匹跟25.5的动力，我知道这个动力对于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相当熟悉了。那在实际表现，你如果真的不知道这是1.4引擎的表现，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这辆1.4的车子，它虽然让你感觉排气量不是很大，可是实际上150匹马力跟25.5公斤米在输出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感觉相当的带劲。所以包含像各位国内看得到的，像Golf 280啊，其实我们开起来都相当的赞赏，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1.4的引擎当然体积比较小，然后实际的引擎重量也会比较轻，那实际对于你在弯道机械驾驶的时候，自然你的车头负重不会那么重，你就比较不用怕说有时候很激烈的推头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看到，哎、欸，一样，跟刚 T-Rock T 啊。对，哎，他为什么现在关掉？等我一下。好，我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一样是数位的仪表，然后中间也一样是这个触控的萤幕。当然，它整个饰板来说，这一台车是跟 Polo 比较像，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界面这种橙色的铺陈方法，跟我们的这个国内的 Polo 是比较像的。那当然。这个方向盘来说，当然就是福斯比较熟悉的、哦、这种握感都相当不错，然后多功能方向盘都在这边。好，后座空间，后座空间来，我不想刮到车子。好，来后座空间。哎、欸，你就可以发现，像这一台 T-Cross 的话，它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T-Rock 就比较不一样。说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部分，它容积就没有那么高，但冷气出风口 USB 也都有一样有给你。那因为这张椅子它退的比较后面，所以我用这边来做空间示范。好，你也可以看到，我基本上认为，我说可能小车它基本上空间表现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个人认为，对于小家庭来说都没有问题，有没有？比我两个拳头再多一点点，而且上面还有全景天窗，有没有？它现在虽然整个遮帘是遮着的，可是它其实有全景天窗在这边，所以我相信，如果各位未来在市场上看到这辆车，应该也可以有吸引蛮多的车迷才对。好，哇！现场真的好多人啊！好，那我们找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整片都是 Volkswagen 的展区，让各位都知道他们中国大陆这个 Volkswagen 的展区真的是相当大。好，我觉得话不多说，不要拖台前，我们赶快先在这结束，然后我们准备去下个车场，那就请各位继续期待我们其他车场的报道，谢谢。